来，乡亲哦，咱听好，中共的国防科技全是唬人的。哎，我怎么讲说他是唬人的？哎，我一直在强调啊，国家中国共产党就是欺骗出身的，他们哦，施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戈培尔博士、海德堡的博士，连海德堡的博士都精于说谎，创造了希特勒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杀人魔啊！你就知道哈、哦，哎，海德堡的博士戈培尔哈、哦，宣传部长，他们跟共产党比还早嘞。共产党哎，共产党毛泽东能够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来。就是全部在靠着说谎，然后呢，现在的蔡英文能够稳固政权，也都是靠着新潮流引这挂。哎，他们新潮流的喇叭邱毅人，他是施法毛泽东的斗争路线。你看伊硕士论文，甚至伊去美国硕士或进修，他们做喇叭，他钻研的就是。如中共的斗争呢、欸？啊，中共的斗争哦，武装斗争全部都是靠说谎起家的啊。所以讲，咱即马台湾哈、哦，面对着中共哈、哦，台湾岛内的说谎一族哈、哦，民主进步党内底，诶，喇叭新潮流，诶，国府级的哦，吴乃仁呐、啊，邱毅仁呐、啊，邱毅仁那是哲学系。专攻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的说谎一家哦啊，来，中共的国防科技全部都是唬人的。来，听好，用讲的不好，用讲的不好。哎，我电击破水嘞，哦，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因为我是蔡奇亚啦，我是亚奇亚啦，哦啊，所以讲吼、哦，我会提醒你呀、啊。哦，来，一个没有海优空优的国家。想要发展航空母舰，哎、欸，那靠小的空空来，我今嘛较简单讲啊，免无需要讲遐复杂。好、哦，来，咱看嘛，聊，咱看这种投影片哦。中国的航母实弹演习曝光，专家说哦，战斗力羸弱。辽宁号航空母舰绕台湾，纯粹是来作秀的啦。哦，无材料啦，因无本事啦，来。我们再来往下看，来，辽宁号糗大了，这种多，这不是我做的，我没这搞哦。辽宁号糗大了，这中国人做的哦。来，那个看见，美国盘点世界上最废的航母，中国的辽宁号上榜，啊，让你民主了哦，啊，大家哈、哦，来，咱个继续看第二张投影片，来，最烂航母第一名，辽宁号。直接打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打脸解放军，最烂的航母排名呢？辽宁号夺冠，二十四小时直播不间断哦。来，这个是哈，美国评比辽宁号航空母舰，所以讲哈，辽宁号航空母舰多神勇，多神勇，甚至于第二号的山东馒头号，恁爸吃较歹诶，拢贪婪诶，拢来骗咱台湾人诶。他们做这个航空母舰，他们没有作战观念，他们是航母作战的文盲呢。因为世界上有怕过航母作战的，那日本、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的航母作战，因两个国家有怕过航母作战，航母作战的所有的教战啊、准则啦、啊、什么教案呐、啊，这两个最准确啊。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啦。如果真正动用航空母舰要出来吼，我讲给你听啊，那个结局，那个conclusion， 那个结论，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的大和军舰、德国的俾斯麦号军舰，只能躲在港内，他只要一出门，还没有发挥战力就被干掉，就被干掉了啦。你不信你等着看，我讲，所以说吼，辽宁号航母啊，你晓掰啊，咯，和你晓掰啊，对不？来，美国。军舰的马斯廷号跟辽宁号航母并行，你看看，这个马斯廷号呢的舰长，翘脚念吹球底下来看哦，看这个航中国的航母辽宁号，马斯廷号哈舰长翘脚冷看
中国的航母辽宁号哈、哦，来，解放军的双航母南海对抗，美军的三航母严重暴露了战力的差距啊！是说辽宁号、山东馒头号，我跟你讲，迄真正吼是无怕呢，无冤家相怕呢，何里民主呢？你若结了以后吼，我跟你讲，不会吹灰之力。你看嘛，辽宁号航母开出来，人家航母哈、哦、夜行要关灯呢，啊，所以夜行关为什么？因为海上哦突然出现一个亮光哦，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零战哦，零战零式战斗机，三菱的米其林的三菱的战斗机，巡逻的距离很远呢。他只要一发到，发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就赶快吹口哨、打通信，叫零战表演哦，通通带很多的炸弹，发现航母，哎，晴空定死大水牛呢。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航母的运动，夜间哈、哦，夜间的运动是关灯的呢。你看嘛，中国看我空，我空的呵，整个哈、哦、烟这样子，我看是烧煤、烧柴的，烧木材的，告诉人家，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我要吹死哈。啊来，咱即马攻已经攻哈、哦、山东。辽宁号跟山东馒头号航空母舰，哎，中国最骄傲的两大武器嘛，第一嘛航空母舰嘛，第二歼二零的隐形式战机嘛，咱再来看一下哈，中共最强的第五代战机哈，歼二零的隐形式战机，他说是隐形式战机的，隐形式战机被定义是说哈，在雷达荧幕上抓不到。甚至于两军对战才看得到，不然的话哈、哦，看得到就打得到呢。啊，所谓隐形式战机就是雷达荧幕找不到、看不到。啊 ，F-35、F-22 到现在出生到现在，以色列的飞行员开着 F-35 的 ABC 进入叙利亚里面，把所有的萨姆300、萨姆400全部摧毁，得来完好无缺，创下了0-100的战机啊，到现在都还没有被雷达荧幕抓到过了。但是歼二零的隐形式战机呢，在喜马拉雅山的高空呢，被印度的商用雷达抓到了。然后甚至于在珠海的航空展呢，加帕也是被抓到了。啊，所以说哈、哦，人家就质问歼二零隐形式战机的。整个 project leader 叫做杨维，哎，你的隐形式战机没有隐形嘛？人家都抓你抓得到嘛？啊，杨维就怎么讲呢？哎，有隐形没隐形是你心理的因素了，要修啊！哎，我明明看到他，哎，我没有看到。啊，看这哈、哦，所以说我说中共的国防武力东西假扮出好笑哎，我就一直讲，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延安的窑洞里面跑出来，他们就是骗，吃饱了骗嘛，哦啊，所以讲吼、哦，中国的南跨几天吼，中国的隐形式战机不隐形啦、啊，印度的空军司令就说普通雷达就能侦测到歼二零的战机，这不是我讲的哈，哦，这是我简报的来哈、哦，来，俄媒说吼、哦，中共的歼二零战机呢，盗窃美国的技术了。他不止盗窃美国的技术，他们想说弯道超车，要求啊，有这么简单哦啊，所以讲，咱继续看了。You
印度的媒体就讲，印度呢隐形式战机呢完胜歼。印度的媒体呢就讲，印度的隐形式战机呢完胜歼二零，而且他们准备部署127架，可能是甲美国买 F-35 ABC 哦，要买727台，怎么啦？印度要对付中国啦？哎，开玩笑，你以为中国哦的战场只有东部战区的台湾海峡？无，人印度要甲咪下一个输赢啊！我讲个你听，来，歼二零的数量到底歼二零一哈？依照目前人吼，西方世界美国伊的估计，今嘛吼，歼二零到底这几架？歼二零足贵呢，伊吼竟然只有30架，人美国估计，你若要含我抢吼，你上盖价。想盖就爱400架，400架歼二零靠在点我抢，爱跟他三十架啊，所以讲参考了哈。歼二零的威龙隐形式战机呢，现在换上了中国芯呐。今麦就是讲哈，伊的发动机呀，歼二零的发动机，因为中国是无在调通做这个发动机，因为这个发动机哈，它的金属的材料哈。在高温啊、高压之下，哈，无法度往走，所以说，哈，中国想办法去买了乌克兰的整个材料工程的要制造发动机呀，啊，所以说他现在讲说，歼二零的威龙隐形式战机呢，已经换上了中国芯了，哦，啊，所以讲来了哈，所以讲咱基本上讲哦，原来你刚好。得到乌克兰的金属工程材料的发动机哦，做出来哦，把它换上去哦。来，歼二零对 F-35哦，在东海近距离交手，美国司令哦，哎，歼二零这张图哦，茫听中国人的操蛋，因为这简体字拢中国人，上较重要你也看不下一句，歼二零已经换上了国产的发动机，我讲你听。哦，来，我慢慢来看。苏联、伊康、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哦，穷巷毕露了。哎，爱都不摘掉啊！啊，俄国人就笑中国人。哎，我都已经不行了，你那个我已经三流的武器装备了，你还用这个，还跟着我抄四流的、五流的啊？所以讲吼，中共的国防武力是假巴出好笑，伊起码是要骗咱台湾人呢。中国人在骗咱台湾人呢，哈，想要在太平洋兴风作浪。美国说哦，中共的歼二零哦，今年哈可能会有实战能力。所谓的隐身就是逆中隐身了。哎，这张图想到中国来看，右手边这歼二零极战力，连一个战术编号都没有。老共的空中最强的战力，只是试用的战机啊。右边这边呢，啊，中共做出来物件哦，伊把重要的部分盖住了。我跟你讲，无风不起浪，人家一直讲他的好，人家推荐我要到我电脑中心来工作，我说好好好，哇，他就讲啊，这个人哦，能征善战，能力很强很强。可是，可是，我就要听了。可是什么？他喜欢迟到早退啊，要修啊，莫怪哈。看到我啊，对不？哦，来 ，OK， 一部飞机的发动机都没办法自制的中国，它怎么发展隐形式战机呢？飞行观察了，中共的国产的发动机致命缺陷的曝光了啊！中国练不出制造航母用的专业钢材，尤其甲板的钢材需要承受。舰载机起飞的高热跟高摩擦力，更要精益求精呢、啊。因为中国的炼钢厂，它炼不出航空母舰的甲板嘛，所以说哦，中共的辽宁号是买自乌克兰的某一艘航空母舰哈。来 ，OK， 咱个看来，台湾的中钢炼钢水准世界排名第13呢、啊。中国的炼钢水准世界排名第21啦，所以说中国的潜舰，它的炼钢水准哈，可以潜舰的外皮，它的耐压性哦，中共的潜舰，中共即使有核能潜舰，
它潜在水里面的最深350公尺，但是日本、美国的潜舰，它的炼钢水准可以潜到700公尺深的哈。2010年至2011年期间，厄瓜多尔总共从中国获得了4套中国的雷达，原本计划于2012年10月开始服役，但是呢，厄瓜多尔呢？解除了这份价值6000万美金合约的理由是，中方提供的雷达不能够正常工作了。厄瓜多尔的军方退回了4部中国的雷达，并且要求索赔。厄瓜多尔的军方退回4部中国雷达，并索赔900万美金。哦，这不是我讲的，这人报纸报的。哦，来。中国产的雷达失灵，厄瓜多尔的军方要求退货并且索赔，这是大纪元给他报的。来，尼日，非洲的尼日，非洲的好兄弟巴迪巴迪，尼日空军不想进口枭龙式战斗机，因为进口的12架中国 J7 的战斗机已经坠毁4架，现在只用于学校的飞行试验。卡麦隆的空军代表团表示，没有进口中国战机的计划，因为2015年中国提供了1亿美金的贷款，向�卡麦隆提供了4架攻击直升机，50的攻击直升机，去年1架坠毁，坠毁率呢接近30%了。来，咱个看一下。中共的海军不是跟下饺子一样频频在下吗？它的排水量是全世界第一名吗？来，咱来看一下哦，哈，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中国家里报。2014年底，中共海军3大舰队在西太平洋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被认为是对外展示军力。不过，参加军演的郑州舰。在演习中呢，突然出现状况，船舰舱门突然被海浪冲开，两名官兵试图用身体去堵住门，被海浪瞬间打翻，一名士兵呢被当场打晕，身受重伤。随后呢，船上的军官组织官兵边堵边排，先用木头把它堵好。之后呢，然后把它给焊上，用水桶、脸盆倒到大桶，将甲板上的水排出去了。啊，接着写哈，党媒自曝，共军开战，海军必败又天。接着是都讲哈，迄个闹鬼代志哈，发生的相片哈，迄阵刚好咧实况转播给爆出来了，哈。而且中共的本土自制的954突击步枪呢？是解放军和武警的标准配备，但是有许多外国的士兵纷纷都不敢用，因为枪口乱喷不舒服，外国兵呢不敢用中共的。步枪了啊，所以讲哦，这种步枪哦，要打，要在战场上打战是不行的，但是呢，对内的维稳是绝对可以的啊。所以说哦，中共对内维稳的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啊，所以说中共的国防武器装备都是腐烂的哦。这个是我讲的哈，你看中共送给 ISIS 哦。1000支的 AK-47 啊，仿冒俄国的 AK-47 啊 ，ISIS 哈不敢用呢。啊，这个 ISIS 的小队长就拿起来试打，打不到5秒钟，整个枪支解体。这个我上面都有写网址，咱乡亲一旦去找这个网址，给找出来哦。来，这是最近哈这个月份所发生的，阿波罗新闻网就讲第一。
技术低劣，中共造的武器不堪使用，连巴基斯坦的金欢等买家都头大。哦，来，等个看，来，过度吹嘘，俄罗斯斯凯75将军的隐形战机呢？没啊，夭寿啊，夭折了。哦，这个低技术低劣，中共造的武器不堪使用。哦，巴基斯坦金欢哦，买家头大了。哈，来，还是一样，物是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啊。台湾人，我们台湾呢所使用的军事科技是跟美国 collaboration。什么叫 collaboration？ 就是哈，联战、联合作战、三军联战。整个哈协同作战 collaboration， 说协同作战的，所以说哈台湾的所有的陆海空军的所有的海岸巡岸队的雷达都已经透过博胜案以及目前的有一个什么什么案哈，透过中科院已经哈把它跟哈。印太战略中心的 C4ISR 中心整个 link 起来，透过 link 16都已经连起来了。所以说哈，不要被中国共产党骗到，更不要被台湾岛上的这些泛蓝的哈骗到，不要被吓到，不要被骗到，小心岛内中共的第五纵队啊！所以讲哈，我小弟因为小弟对。21世纪的国与国之间玩家相拍的 methodology 的 approach 的方式，前进的方式相当了解嘛。所以说哈，我看人家台湾岛上的中国人一直在讲说哈，中国会把咱封死啊，中国会把我们哈经济封锁啦，什么东西，你别听你凊彩公共。所以讲我无跳出来哈，公家的话哈，我晚上睡不着觉。啊，来家看咱雄亲。高瓦地形啊，啊，至于哈，我讲的小弟点击破数，小弟这边你咋不当？小弟，我讲真的，我如果到国防大学战陆海空院战研所，我拢小人叫我来讲啊。我跟你讲，我讲这些，保证国防大学，包括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国安局局长、国安会秘书长，全部拢耳环拢落了，他们都不懂，他们完全不懂，我台湾人。为着咱台湾未来的生存，我未应准中华民国人家食屎的饭桶的，人家凊彩乌白甲咱台湾人吓惊，害咱台湾人又忙困袂去，人家含咱乡亲交换知识 ，OK？ 那有啥物意见来下底跟我讲 ，OK？ 三九美丽马子，谢谢。健康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牺牲也甘愿，无怨恨，阮是做台湾魂。健康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牺牲也甘愿，无怨恨。阮是做台湾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故乡美丽岛，到底有啥物错？返来故乡面对黑落，牺牲嘛有价值。台湾的青年唔通行坐落，一波过一波，独立建国永不回头，冲破乌巴罗。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鲜烈的牺牲不断。勇敢的台湾人，勇敢的台湾人，独立的最主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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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台湾青年，台湾军。
到了关键的时阵，保护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决战的时阵，保护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故乡。人是热情单纯，托在台湾人的心肝，台湾人同心肝，同款有命，叫做子孙，撇撇子孙，代代永远第三段。水力是报答美丽山河，落土当下拢会活。风来微，鸟难飞，抬头看麦，看到开阔，看到开阔，头顶头顶的忧伤。顺地是自由民主公平，武汉的地平线。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国家。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